陈宗信、陈继信的事务室练得非常好。十六式，陈尧、陈妙练得非常棒。陈兴连的不如他哥哥，但是著书立说也是非常棒。那么有人说：“哎，大家不好，小家伙，我们是小缺，一个大缺到中缺到小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缺不是手脚运行的虚象，而是一气贯通的缺。那如果小缺好呢，那开始有余缺多好，更好。练拳架是手段，目的是寻找这个运动规律，一气贯通是目的。不管从大缺着手，小缺着手。 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能够移动全动节节贯穿，能够走下来，就是运动的误差缩小到了一定程度，假定百分之六十八，那么就大缺好处。我们传统的练法开始就是老家一路。 老家一路盘架子，盘架子，像炮锤不让练，气劲不让练，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形成这个运动规律，要用着力，用着力，用了着力会影响这个运动规律的建立。当练到身上有了这个打圈，也就是一气贯通了，才练比较重的气劲。 推手发劲，因为已经有了这个运动规律在身，一气贯通，加大其耐力和爆发力。大缺化成以后，继续下功夫，继续下功夫，那么本着气，这样大才能换过来，对吧？其实这里的哎，小的很圆滑就换过来了，中缺小缺的。 咱们却再也深含义。从用法上是这样讲的：一阴九阳跟头过，一奉阴，九奉阳，跟头过。刚开始练的时候叫一阴九阳，阴阳比例不相等。 这跟头功上中下轻，用的是不好用，容易摔倒。二阴八阳是三手，到了两成阴八成阳，比较好一点，不容易摔倒了。两个人四大擂锤，谁也不能把谁发出去乱打。啊，刚才我说大缺化成以后叫做三阴七阳。 为什么我假定 60% 呢？是因为三阴七阳，有脚印，就里面还缺少有声音的动作，因为它的运动规律虽然简称了，能起的力量非常薄弱，对方一进攻它呢，它不能够圆滑直入，往往虽然带点声音的动作把对方发出去。 像骑自行车一样，学会自行车呢，碰这个石头就摔倒了。它的运动规律会受到影响，受到破坏。这个时候着急带声音蛮大，但是滑行的水平呢，比二阴八阳阴阴九阳好得多。啊，继续下功夫，缩小运动的误差。 那么，人体的力量加大，运动的规律加强，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碰着石头，噔，一转，还能跑，对不对？很别扭的地方，有人噌一转，还能跑，就恢复得快。又打觉到中缺，叫做时阴流阳，累好受，渐渐好受了。 余地单人为准，亦不减轻为妙。啊，
就不带那些了，比较明显生硬的动作，接着就啪发出去。唯物阴平物阳，阴阳不偏成妙手，妙手一云一太极，怎么一转都偏，怎么一转也偏了，但也不是绝对的。妙手隐于太极，太极隐于化无用，怎么变都平衡啊。那么第五层功夫呢，就是阴阳不偏，阴阳不偏叫妙手，啊，用法叫妙手，妙手隐于太极，太极隐于化无用，怎么一变不会出现大的误差，阴阳平衡。造诸何处，何处即无意之血有血，站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造诸何处呢，变化不是光大气，造诸何处，那个地方周身五处不是全，全是初级的嘛，这个部位就像全一样，全一样，照着任何地方呢，都会初级，都会变化，用不着在想怎么办，无一不知学一学，照着自然反应。那真在打斗的时候啊，通常的来不及想怎么办。靠自然反应。第五层功夫呢，就是造诸何处，何处即无意不知玄学，贵在阴阳比较平衡。一动阴阳平衡，你进攻我，进攻我是为了破坏这个运动规律，你进攻这一动平衡，一动那个平衡，平衡对方落空了，不容易打吗？我们练武术最终极点呢，从用法上方面来说呢，就是得机得时，避实击虚。机是时间，时是姿势，避实击虚。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一样，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往后退，他能往前抢。当我平衡了，他也平衡，谁也抓不了这个时机。如果我比他好，当他进攻的时候，我没有失去平衡，我的运动规律没有受到他进攻的影响，运化自如。他进攻来的未必我还是非常平衡安定，他的落空了，必须继续。在这个时候他的前仰或者后合大人领先，在他那个失去平衡这一瞬间是时间，他的姿势根据他的姿势就是大师，那么进攻呢，如果他往前翘呢，我可能往后仰呢，往这一回来，这最终一点呢，就是避实击虚，得机得时。如果你没有这个身法，不能够得机得时。当他在不稳定的时候，你能够保持稳定，就能够得机得时。这个运动规律牵涉着下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犬如以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初级阶段是这样，中级阶段还是这样，到了高级阶段不是这样。就像骑自行车，我们没有学会或者是刚会骑，丢了几年没有骑，不会骑，
骑自行车也是一样不紧张的如果你骑了十年自行车骑得很熟练你又放了十年没有骑你抓着车照样骑不说这话大家感觉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就是这个运动规律已经结合到你身上当然更下功夫更好不会完全流失 就是全锐易水性中在初级中级流失比较快在高级起码能够凹流或者是流失比较少失传和不失传哎呀这个套路忘记了哎呀失传了失传了很多套路这个不是失传真正的失传是练功的方法练功的火候在太极这方面就 能不能抓住这个运动规律能不能用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方法教下一代如果这个方法没有了光给他比个花架子每一个套路都记得很准确每一个套路都会练强到筋都会练等于练那叫失传如果这个真正练功的方法这个运动规律在手失传一个套路不是大问题编一个套路不难编一个套路不难包括前头就完了就最关键抓着这个东西不为失传啊通常哎呦一代不如一代一个老师留守绝招这是非常悲观的论点其实这是外行不用那样担心只要抓这个要领只要抓这个练功的方法这个运动规律不失传太极就不失传太极拳的发展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上升练习的人多水平高这是什么时候兵荒马乱 没有了什么累得累上这个运动规律做不到不知道怎么练失传这个运动规律没有失传东风东山再起现在呢可以说是这样信奉神识太极中心宣布到最高峰现在是上升另外一个论点呢就是说两个人比手一个人失败了一个人赢了就不能断然说他俩都不对因为太极拳这个运动规律建立在身上他的水平他的基层功夫的水平他对运动规律的坚固程度如果他刚刚把大球划出来他经不起快速度的进攻和较重的进攻他经不起运动规律的破坏当然不能说他俩的都完全不懂那么每一个人的功夫有多深也就是他的运动规律的坚固程度有多么坚固有基层功夫他能接受几多的速度和压力不是说他练得非常好天也不怕地也不怕什么都不说他有极限不能够超过他接受速度和力量的限度在他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他都能够运化之超过了他的能够接受的速度力量的限度他都不能运化之举一个例子一个火车头在铁轨上慢慢地走你的滑劲滑得再好
拖着头来推你滑掉。为什么？它超过你能接受的极限了。有人说能抓住子弹是吧，这个也是不准确的。抓住子弹超过你能够接受的尺度了，就是你有多深的功夫，能接受多快的尺度和多大的压力，只要不超过你的极限，你都能够变化，不失去这个运动规律，立于不败之地。只要超过了你能接受的力量和尺度，那就很有可能破坏你这运动规律。为什么？练功呢，越练的高，越练的深，能够接受的尺度越宽，能够接受的力量越大，但是不是无形。下边再讲气与肌肉的关系，刚才讲了一点没讲完。它能够传导到什么程度呢？发劲，对不对啊？你是最喜欢讲发劲了，对不对？你来发个劲，我讲讲。大去，来大去。好，现在我讲这个误差，你听懂听不懂？听。你觉得你这误差在哪？误差还是气上。从这开始，因为这开始，我打拳就这开始。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明显的误差。他一下把气提到这个地方，还行，不太丹田。用的时候呢，两个腿重心变化，交错，这个力呢，叫当劲。腰的转换，这叫腰劲，再加上背劲、接劲，到手上，两大劲加上两小劲，全身贯通这主要动力。那他一开始这样一来呢，丢掉了当劲，丢掉了腰劲，像这样，那就是本身气的流量呢，可能占到30%-40%。那么肌肉的传导呢，那也只能达到30%-40%，再加上自相矛盾呢，30%-40%也没有。那发到全身的力量呢，就寥寥无几。再来，大家看看当劲用了多少，腰劲用了多少，发。你感到当劲用上了没有？很少一点，很少，有一点点。再来，腰劲。用上一半，差不多一半，啊，一半。再来，我们摆摆手，看能不能撩到。全身腰劲，再放。劲气在这个地方收住，放松。现在这个地方收住，放松。哎，轻轻给我讲，不要用劲，我卷，我的卷。哦，通了吗？通了啊。那就是气的流量加大，哦，对不对？气的流量加大了，那么传导的肌肉呢成分呢就比较高了，发劲呢就会大一点。轻轻给我走，不要慌，别告诉我，我说啊，别动。这个腿呢，你看，要到这就成双肿，到这呢就不是双。
打的是比较惨的方式，最多到这个缝了，不能过去，到这就卡着卡了。轻轻给我，停，一号用紧，哎，这用紧下边筋上不来，要轻轻放开，不行，太用紧，上面太用紧，是这两条筋冲上来，不是这个筋。 这边同样的重量，好了，不要紧，下边，下边，哎，对，跟我走，好了，抬起，站好，站好，好，你自己感到增长了多少？哎，增长了30%，到30%啊，如果你来，我今天这个。 5分钟的30%，谁有15分钟的100%？没那么快，就这个理论加上实际，好，对不对？那就是通过他这个一瞬间练习，大家能看到误差大，那么肌肉传导的力量有效。那么缩小了误差，传导的力量也大，发劲马上提高到30%，对吗？是这样的。 没有神秘的东西呢，都是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才叫做神。如果搞清楚了，科学不是神。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非常神秘，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什么东西。现在的汽车可能变得复杂的多，没有什么神秘。 引擎、产生动力、导轮胎、方向盘掌握，没什么神秘，这有科学化。不懂、搞不清里面东西叫神秘化。那太极拳过去人们为什么感到那么神秘呢？没有讲清楚，没有搞清楚，真正搞清楚，大家感到不神秘，科学化。 翻过来讲，那就有章可循。神秘的东西，有松肉啊，有松肉，肌肉成钢，很神。怎么来入肉呢？怎么来成钢呢？仅仅是一种精神。搞明白，搞透彻，搞清楚。这样做，我们是下功夫。 这样做，我们就白下功夫。太极拳并不难。来，大家看啊，你就学好位置，我搁哪都行，往前推。哎，这个从这边推，这边推到这边去了，是吧？ 我要推他了，他们推我这很有劲嘛，你看，走吧。好，再来，用劲推。我要推他了啊，看走吧。哦，再来。哎，来下来到这个下去，再来。哇，好，你看他这劲到这来了，到这两，我这一转空了，空了就下去了。 看，好。有的时候是要摔，你比如说，那个人拿枪来了，拿枪来了，或者拿刀来了，你先把这凶器给他夺出来，就安全了一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吧。你们他拿个枪，你打他一拳，他躺在地上还能打你；他翻过来还能打你；他拿个刀，对不对？你一拳就把他打倒了，他过来还能擦你。 那就先把凶器给躲出来，然后呢，你这威胁就解除了一半，是不是呀？我擒拿，我给大家表演个什么呢？哦，同样这样擒拿的啊，过来，那个什么。
这边是单边，这边是斜形，斜形也一样。最不好办的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很疼，你们两个一起。 一个人还清楚了，先从这个方法。哎，大家看，这很疼的，怎么办呢？你看，一种用摔法，一摔下去了，再来，一种用转法，哎，这个转法，好，这，你看，往上抽的，往下抽的用转法，现在是往下抽的。 转过来，他虽然拿着这个地方很痛，这个地方没有背了，哎，这个地方解脱了，对不对啊？另外，侧面往上一点，哎，这也是很痛，这个地方走了，对，这个地方，好吧，两个人一起来该怎么办？都用劲，用劲，都到了，哎，这个没啥劲。 第二个方法，四个人一起了，四个人一起来就一个人呢抓手，一个人呢抓这个肘关节，一定得抓手行，哎，抓关节，抓死，这个很痛的，你看，他虽然两个人四个人抓着我，用劲，都抓住我这个两个胳膊不能动的，我一动都疼的。 可是我这单体他没有抓。有关太极拳的动作，每一个人身材不同。 神经类型不同，那么练出来的风格也会有一点差异。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掌握和没有掌握它的运动规律。说笑没有说笑，运动当中的误差，运气的成功度是关键，动作。 稍微有点差异，甚至拉掉一两个动作，都不是关键问题。传统的太极拳从单边开始，别运手，这样子。
开始可以，如果你这样子开始也可以，没有限制。现在全世界推广，稍微有一点规范化，所以每个院士不管新家和老家都规范成从这里接受。动作的本身，每个慢动作都可以变法经，每个法经的动作在疲倦的时候都可以不发心。自然是第一原则，用法分三步。初练太极拳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求用法太多，只注意运动路线、手脚运行的趋向、套路的准确。用意主要在这一点。第二步，动作已经熟练，寻求运动规律，缩小运动当中的误差。运动当中的误差越大，能起的力量就越弱。那么一遍一遍的练，缩小运动当中的误差，能起的力量就会加大。第二层，第二步，用意主要在缩小运动当中的误差，达到一气贯通。当动作熟练，能够一气贯通，动作的熟练一气贯通可以说是不辞而得。第三步，讲究用法，练拳时无人又有人，好像两个人在作战一样，遇敌时有人如无人，好像赵云在长坂坡在曹军的80万大军里面杀进杀出，好像就无人之境。那么开始学拳的时候，如果追求用法太多，身法赶不上，必然是不辞失败。三，第一步用意动作，第二步用意气的贯通，当这两步达到不辞而得，第三步用意用法，练拳是无人如有人。现在我介绍一点陈氏太极拳的用法。那么人侧面进攻的时候，可以左过右来，正面同时进攻，那就要用胸腰折叠运胯，丹田前后旋转，好像是对方这样的双手同样的推过来。知道吗？那么这一类不是用手摁挡，本身呢单脚后旋以后呢，它的重心呢就往前搓，然后一带，对方呢你不要控制住，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第二步呢，整个动作呢练的时候是这样，用的时候呢就变成这样，那手往这里一转呢，用意是这样的，对方打过来一拳，打到一拳，就像这样说吧，打过一拳本身过去就接这个拳，如果接不住就打上，本身躲过拳锋，这个就可以躲过拳锋，打过来这，首先躲过拳锋，然后顺着过来。那么用法呢，可以捋，可以踩，可以倒立。再来，
夹子要寻找最佳位置，寻的方法。 当筋，第一道筋是当筋，第二道是腰筋，第三道是胸肩。往往初学的时候讲究用法太多，容易用胸肩拉掉了腰筋和当筋，故此失败。什么叫当筋？两腿交错产生的叫当筋。 配上这个筋，那叫当筋；腰上产生的动力，腰筋，然后配上胸肩筋，一起。什么叫运动当中的误差？对，这叫误差。误差越大，人气流量越小，人气贯通肌肉产生动力。 推我，你看他推我啊，面前小伙子用劲推，他虽然没有推动啊，他力量不小，对不对？再来，全部这个叫得起，全部小个腿部，再推我，用劲推，还有个劲没劲了，为啥没有劲了？大家看为啥他没有劲了？气不能够贯通，这个肌肉产生不了动力，再用劲。啊 这就是我们练拳缩小误差，贯通人气，人气传到肌肉，产生动力，很重要。要寻找这个运动规律，在哪个地方需要发劲，都可以随时爆发。来到五层功夫上。
唯有无阴变无阳，阴阳不偏成妙手，妙手运于太极，太极运化无影，早知何处何处进，我也不知学有学，就像周身无处不是拳，不是光啪这个地方，噔这个地方一样，啪这个地方一样，啊，周身都长着拳，怎么一个拳，万法归一，一个运动规律，从丹田动，自他到哪，就到这，自他到后边，到后边，再到侧面，到侧面，到左边，就是一个动。好像打枪一样，瞄那打那。凡是往左右前后找着那个部位，慢的是肉筋，快的叫发筋。肩上可以发筋，肘上可以发筋，胸部可以发筋，凡是关节地方都可以发筋。那么不必一一介绍，那么下边再介绍一个筋呢？常常大家想不到的劲，就是那个绊脚，自己打自己脚干什么 啊？你不要，自己打自己脚怎么用啊？抓着我肩膀，两个手，摔摔跤，上过，看着啊，这就绊脚，啪绊脚，上。如果你掰我的脚，哇！你掰我的，看着，一样的劲。比如说，这边和这边干什么？反正你自己学。啪！你不到这边，又一次火。如果是对方掐着我了，你掐着我这个这个地方，一样的劲。看着啊，变的右劲，好打下去了啊，还来打着，我怎么变呢？右劲啊，我一边打着，还一边打着，咱们练30-80的人，哎，对方只是练一边就行。来，擒拿，这样子普通的擒拿，啪，拿住，对不对？那么咱们单边斜行。就是专门借他这个钱。怎么拿呢？你看这个手呢，一叠连过来，连的是这样，大家看一模一样，是不是勾手啊？这下来了，要伸。那么如果拿你拿住手腕，没有拿住丹田，放在手腕上，就放我这。不能够接，为什么不能弄？怕这个地方放松，只能丹田。哎，大家再看，拿我右肩，大家看哪里疼？啊，这个地方，在这里。那比方通常拿刀刺过来，刺过来，上面一刀刺过来，啪，通常是这样的啊。那么比方过来他，摔，一摔摔过来，要懂得很多地方转的啊。每一次抬脚。都在这蹬，在这喊，都蹬。每一次进步，都包含着发力，但是不发。比方说是19式，这么柔和啊。后面练的这么柔和，它的用意
是这样的，介绍两个动物，一个是真鸠，一个是鸡笛锤。 许多人以为真鸠是夺别人的脚面，你要看别人的脚面，这就夺，怕一群不打回来了吗？啊，更有人说鸡笛锤是打对方脚面，上打咽喉，下打阴，左右两肋并中心，上臂下腋接缝也脑后一咬人，为了打对方的脚面，把自己脑门丢给人家。 那么这个是非常无解的，把到底这真鸠是干什么用？真鸠就是脚上发拳，好像加上打一拳一样。什么时间运？在打仗的啪，对方脸颈摔到对方，对方当你侧面，照要害地方砸的，不是瞅着人家脚面就躲脚面。那么鸡笛锤为什么这样大的打地下干什么呢？ 只是也是，咵，对方摔倒以后，在你面前，啪，不用在上前真脚，让上前都爬起来，那就是在摔到啪摔到地上，咵，补一拳，真不一样。所以我见有人介绍说，这样去打对方脚面或者偷撞人家，这个行为无解，特别是这个是躲脚面。